然就快到现场了，你看看，三个三太子，还有一些战旗、神明都来帮他助阵了，我们为他加油。他车子已经到了，就前面这一台黑色的修理车。哦，下来了，下来了。加油哈，这一次啊，后援会的成立，造势大会一定要非常圆满，非常成功。蒋万南，谢谢，蒋万南。小心鞋子哦！我想就是好，我们现在蒋万安委员来，蒋万安市长已经往前面来了，我们待会记得掌声鼓励他，还有我们其他的。千呼万唤
万石头，斗帅，蒋万安，斗帅，蒋万安，斗帅，蒋万安，斗帅，万安，万安，万安，斗帅，斗帅，斗帅。我们也邀请我们林奕华议员跟王浩议员上台，立委。好，谢谢。哇，真的非常非常高兴。首先，我们吴碧珠议长，也是后援会荣誉总会长，还有包括我们郭时吉、庄光明荣誉总会长，还有我们曾文培副荣誉总会长，我们几位后援会会长、荣誉会长，还有顾问团团长。以及我们劳苦功高的郭明清会长、黄女主委、我们曾主委、曾坤来副会长，各有咱在地上认真打拼的议员，我们翁志斌、陈崇文、张思刚、林信儿参选人，各有咱在地所有力挺，大家拍我一下，好不好？好。还有我们地方上所有的常委书记，各位市民乡亲是吗？大家平安，大家好，好，新年好。今天呢，就欢迎来到树林，甲各位乡亲是吗？地民甲大家结缘，就欢迎。其实我自细汉时阵，常常来到树林，不管是儿童乐园，还是来到树林夜市啊，吃物件，而且也是有外国人朋友来台北，树林绝对是一定爱来的所在。大家讲对不对？对。这就是咱上正常的台北，所以今天来看到这么多树林的乡亲好朋友聚在一起。给我鼓励，给我支持，我非常感动。台北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我们有共同成长的回忆，也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但是过去这八年来，台北市的光荣感不在，我们引以为傲的首都不再发光。经济学人今年最新的报告，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全球宜居的城市台北市第53名，比去年下滑了20名，显示我们台北市不再光荣，我们的发展已经停滞，包括我们的大巨蛋持续卡关，我们的社宅支票一直跳票，包括我们八年的捷运没有一条完工，还有包括我想非常多的建设，我们都没有看到有完整的规划。所以未来，官希望跟大家一起携手，好好的打造台北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城市，好不好？过去这两年疫情的关系，更让台北市的发展雪上加霜，不只是疫情的本身，而是这个政府政治防疫对于我们所有台北市民的身心都是无情的对待，对不对？对。不管是我们民进党政府，他们政治防疫借由疫情的肆虐当成权力掌握的机遇，借由人民的痛苦当作赚钱的工具，口罩他们要独卖，疫苗阻挡民间团体进口，独厚特定的厂商，快筛试剂也标给小吃店，还有抗病毒药物在缺货的情况设下重重的限制，这就是这次政府他们完全一党之私，超越一切政治凌驾专业，对不对？对。而过去这两年主导的人，今天说要来选台北市长，这是咱绝对袂当降心的代志，对不对？有。这让台北市民轻而易看，对不对？对。
所以这一次台北市长的选举不只是地方选举，更是攸关中华民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意义。我们国民党一定要团结一致，关起门来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讨论可以辩论，但是走出去一致对外我们才有胜选的机会，对不对？这一次的选举我们面对的是中央他们挟着庞大的行政资源，地方政府也握有强大的行政优势，我们是两面作战，我们不能大意，我们要踩稳脚步，所以要拜托我们所有士林乡亲朋友，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万安的分身，把万安的理念传达出去，我们要打造具体擘画台北未来的愿景，我们携手让台北大步向前，不能再停滞不前，好不好？好。这段期间我走访台北市各个角落，这个星期会特别走遍了我们社子地区，拜访不止里长，很多在地的乡亲，各个意见领袖，整个士林从河边到山边我走了非常多遍，我也倾听了非常多的声音，也思考了许多问题的解方，所以包括第一个产业发展，市北科过去是土地，历任市长把它规划新内科的模式发展下去，所以未来朝向的是智慧医疗、数位科技的方向持续发展，未来也有非常多企业即将进驻，我们市有地的 T16、17、18地上权也完成招标签约，未来官会要求督促各机关各个单位尽速如期完工，将士林北投打造成为产业以及居住的新亮点，好不好？好。第二，交通的问题，随着相关的企业进驻，即将带来的是庞大的车潮人潮，当然随之而来交通的问题是一大考验，我想除了我们福光路延伸工程即将完成，当然我想未来我也承诺会做最好的交通规划，让我们市北科成为台北市不只是产业发展生活居住融合的新典范，好不好？好。第三，在地方基层走访，很多乡亲握着我的手殷殷期盼台北市要加速都更，都市更新不只对于年轻朋友，对于长辈来讲期望带给大家更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未来万安如果有机会当选台北市长，一定大力推动都更，解决我们所有市民居住交通，改善市容，好不好？好。当然要有具体的方法，未来也会集思广益，我会成立我们都市更新局，让机关升级，扩充人力，缩短审议的时程。第二，我们要扩大公办都更，我们希望借由公益性，政府能够积极的介入协助辅导相关的民办都更。第三，我们要扩大我们策略性都更的地区，增加用民。第四，提高我们捐赠公益设施的容积奖励，能够让更多的民众业者能够有意愿加入都更。第五，也需要政府一定坚定执行不同意户的政府代餐，以及围绕个案转轨都更积极的协助，种种这些都在万安擘画的愿景，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台北的都更，好不好？好。为了士林好，为了台北市好，为了我们长远的发展，
我安徽一肩扛起，好好的为大家服务打拼，安利好不好？好。当然，也需要让我们士林地区能够打造成为行销观光的重点，解决我们士林商圈、士林夜市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有山，我们有夜市，我们有美食，我们有百货，未来一定可以成为国际多元的观光商圈，好不好？好。这一次选举非常关键，我想这两年来疫情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冲击了各个产业，但是虽然疫情是一个危机，同样也是破化重生的契机。我一直在想，我们放眼未来的四年、八年、十年甚至二十年，我们希望留给我们下一代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感受台北市的光荣，感受到身为台北市民的骄傲？所以我很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乡亲好朋友跟我一起，我们是要为未来我们的下一代来打拼，我们要为下一代他们共同的家园来努力。我们要想的是下一个百年台北未来发展如何打下最好的基础，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万安需要大家一起支持，一起努力。我希望借由我过去实际在国外工作生活的经验，了解国际一流大城市经营管理的方式，来带领台北重新站上世界一流的大城市之列。我希望用创新的思维、科技的手段、永续的精神，打造台北市成为创新永续、互助共享、包容共好的新首都，好不好？好。我从政以来所秉持的信念，政治是让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我也始终坚信清清白白做人，实实在在做事。我跟我们在地每一位里长、每一位认真的议员一样，都就是在做代志，既然得分退党的服务。所以11月26号这一场市长的选战，来我少年人坐，我少年人坐来退党的拍拼，阿玲好不好？好。感谢再一次的恳托所有的乡亲好朋友，给万安力量，拉万安一把。我们在剩下最后这100多天日子里，我们分进合起，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坚定信心，我们让台北市蓝天再现，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我们也要让我们每一位议员，所有的里长都全力打，好不好？成立了台北队，所有人都是台北队，我们为台北队加油，好不好？台北队加油！台北队加油！台北队加油！万安万安万安！加油加油加油！好，我们现在来送战旗了，来，我们请万安送上战旗给我们的后援会的会长，代表我们选战开打，旗开得胜。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战旗。受战旗，来，我们的会长郭明清副会长，来，我们请万安把战旗送给我们的郭明清，加油！郭明清加油！郭明清加油！郭明清加油！士林区加油！士林区加油！士林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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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算！
先谢谢我们的国会长。国会长在这一段时间非常的辛苦哦，出钱又出力，我们后援会成立，今天是台北市第一个区成立大会。好，接下来请我们台北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再来授党旗哦，给我们的里长联谊的会长哦。来，我们里长联谊会长，我们曾华山曾会长，我们请黄立诸位，请黄立诸位来授，因为代表党。好，曾坤来，对不起，我们请曾坤来理事长代表我们的里长来接受我们的战旗。里长前辈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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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长里长里长前辈党，前辈党，士林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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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接下来是请黄立诸位授给我们曾华山曾主任委员代表青党部全力的来支持，全力来协助。来，士林区加油，士林区加油，士林区加油，议员全力打，议员全力打，议员全力打，九万万到算，九万万到算，九万万到算，万万万万到算，到算，到算。好，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后援会也准备了吉祥物，要来致赠给我们的万万。来，我们请我们的会长，会长，我们国民基会长要致赠吉祥物，来包中哦，代表我们这次的选举，我们蒋万到算，高票当选，蒋万万到算，蒋万万到算，蒋万万到算，万万万万到算，到算，到算。好，谢谢会长。接下来是由我们的顾问团团长林正邦林团长也准备了好彩头，来动算送给我们蒋万安，还有这个算。来，蒋万安动算，蒋万安动算，蒋万安动算，万万万安动算，动算，动算。好，谢谢我们顾问团团长。好，接下来是由我们的曾华山曾主任委员也准备了好彩头，我想我们礼数非常的周到。我们来凤梨，旺旺旺！来，蒋万安到算，蒋万安到算，蒋万安到算，万万万安到算，到算，到算。好，谢谢。来，谢谢。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我们的议员啊。所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议员候选人一个一个来跟大家问候一下北方议员家。来，首先是我们的汪志斌汪议员，欢迎汪志斌议员到算，汪志斌到算，汪志斌到算，志斌志斌志斌到算，到算，到算，谢谢到算，到算。顶着大热天来到现场的，我是第一个要感谢大家，大家加油，挥旗！我们今天的最佳男主角就是我们蒋万安委员，也就是我们台北市未来的市长台湾话吧。啊，还有在场的所有的里长，我们所有的后援会的会长，我们的主委等等，我就不一一称呼，时间宝贵。那这个水气千条，我跟他讲一条就好了。好，台北市市议会跟未来所有的议员，国民党的议员，在我们黄旅主委的领导之下，我们终于花了7年的时间，7年时间。那个各位，我们的重阳敬老金，那你们来靠上来啦！哇！但是，可悲于这个人，虽然伊好不容易答应要恢复，可是心不甘情不愿。他恢复是什么？恢复是明年。只有1200块，为什么要缩水？这就是
取我们自己的尊严，争取我们自己的尊重。我们用选票支持蒋万安大叔，好不好？想我安尼讲呢，因为柯P伊要互你签字，但是蒋万安伊即马人徛伫我身躯边，我无好笑。他曾经公开的跟大家承诺，只要蒋万安当选市长，由我们的蒋市长明年重阳敬老，给大家发1500啦！大家听了有算吧？哇！哦，这口气要靠大家用选票来争取，大家好不好？好。最后，祝大家活得越久，领得越多，祝大家身体健康，和睦平安。拜托大家啦，谢谢。王志明，狗帅。王志明，狗帅。王志明，狗帅。志明，志明，志明，狗帅，狗帅，狗帅。好，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陈同文陈议员来。好，谢谢。我们请万安站前面一点。我们今天最佳的主持人蒋万安，还有我们吴碧珠议长、黄女主委，还有我们郭时琪、郭监委11个区的所有的主委，跟我们后援会的会长、总干事，还有我们后面一排里长，大家万安大家好，好。我相信万安看到今天，我们40区是台北市首场的后援会成立，一定非常的感动。我想今天这个时刻是最光荣的一刻，因为大家记不记得过去，过去的士林区丁守中对上柯文哲，足足输了8000票，北投区对上了柯文哲，足足输了3000票。今天看到各位蒋万安的信心都来了，陈崇文的信心也都来了，我们为蒋万安在士林区一一是你们说好不好？好。替蒋万安赢回士林，赢回台北，你们说好不好？好。过去崇文跟我们议会的所有同仁，崇文在担任书记长的时候，跟我们黄女主委还有所有同仁在议会打拼，靠着是我们议会的优势。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一个支持台北市、支持国民党的市长。过去的重阳敬老金，过去的莱猪，我们的独食不能够进入台北市，都是靠着我们这些国民党的议员去拜托有党无党籍的议员，才能够真正的捍卫我们台北市市民的权利，才能够真正保障我们所有在场我们所有民众的健康。我想这一次11月26号，除了我们议员要全力打之外，最重要的是要让蒋万安光复台北市，你们说好不好？好。为什么说这一场是一个感动的时刻？因为蒋万安这场选举，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场不公平的选举。执政党用了所有的金元，用了所有力量，收买了所有的媒体，让他们能够一直乘风破浪。另外一位候选人到现在还不辞，台北市副市长，都已经快8月了，还夹着我们台北市的行政的资源为他自己选举。各位，剩下你们的力量支持蒋万安的蒋万安，就只有靠什么？靠我们在场今天将近2000人我们的忠实的蒋万安的支持者，替蒋万安赢回士林，赢回台北市，大家说好不好？好。大家说好不好？好。我再喊一下，蒋万安，狗帅！蒋万安，狗帅！蒋万安，狗帅！万安，蒋万安，狗帅！狗帅！狗帅！谢谢大家，拜托大家。
陈昭伟到。我们各位里长、各位贵宾、各位最辛苦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林杏儿。相信大家一早就来到现场，为的就是支持我们蒋万安，对不对？对。请问一下，我们这八年来是不是很痛苦？是。有没有？我们首都台北市，请问有进步吗？没有，没有进步就是退步，没有建设就是退步。所以呢，那一位柯市长说，他要叫黄珊珊。上次黄珊珊来到士林北投，他说要发展士林北投，结果呢，他说当选市长哦，要发展士林北投。我跟他讲了一句话，请问一下，现在谁在执政？台北是谁在执政啊？你凭什么说你当选可以发展士林北投？那你是跟着柯文哲走的吗？他不敢讲一句话。所以如果要骗选票的政客，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眼睛都是雪亮的。尤其台北市20万的人口都流失，年轻人没有再待在台北市，尤其士林北投这一次少1席市议员，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台北市市长做太烂嘛，没有能量留在这里嘛，对不对？所以各位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没有分什么人，我们就是团结人，对不对？所以在这一次拜托大家，真的只要你们当种子到地方上去拉票，让我们这一次一回台北市靠的是大家。还有这一次市议员，我们要全雷达，一定要把它拿下来，才能够让士林北投再一次光荣。台北市一定要赢回来，我们赢回台北，好不好？好。来，一起来，蒋万安，斗帅！蒋万安，斗帅！蒋万安，斗帅！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信拿高票也祝福当选。来，我们请我们的议长跟我们的主委跟我们的会长一起手牵手，好不好？来，议员，来，我们一起手牵手，一起来加油，表示了我们的团结，打拼胜利。好，这边媒体要照相，我们现在台上的一些好朋友都可以为民。来，我们一起再为九万加油，赶紧手举两高，台北队加油，台北队加油，台北队加油，九万人斗帅，九万。这次的造势大会一定会制造轰动，一定成为其他各区的一个榜样。国民党大团结，希望这一次台北市能够高票当选，好不好？
蒋万安加油，我们来一个大合照，在这边呢。